说，咱俩撒泡尿去吗？我不就撒泡尿，走。想联邦了吧？想啊。哎，你说这小子要能来咱们联队就好了哈。对呀、啊，其实那天我们连成立誓师大会的时候，我见到他了。其实我觉得这里比旅里的宣传科更适合他。联邦其实挺有能力的，就是应该认真一些。那就让他认真一些嘛。嗯。嗯。我告诉你，这待机库门一关。不到你们训练结束可就开不了了啊，明白我意思吧？突然没尿了，你尿点啊，我去卫生室去。